瓜、南瓜、西瓜、黄瓜、青瓜，无论系咩瓜，喺呢度你都可以揾得到嘅。芹菜、韭菜、青菜、生菜、白菜，无论乜嘢菜啊，呢度一样有得种。仲有巴西、马来西亚嘅香蕉，世界各地嘅特色水果一样喺呢度咧都揾得到嘅。所以呢一个喺哈尔滨最大嘅温室种植场就变成中国东北嘅大粮仓啦。温室旁边嘅大厦咧系一个森林，亦都系一个动物园。不过佢主要系一个可以容纳2000人一齐开餐嘅特色餐厅。2000人啊，咁啊真系连开200席摆酒都得。喂 ，Steve 啊，我见到呢度好多植物都系喺外国引入嚟嘅噃。系啊，大部分嘅都系由东南亚、澳洲同埋巴西引入嘅，主要咧系用嚟衬托呢个咁有 feel 嘅餐厅。睇嚟呢个森林 feel 就有啦，但系好似摆唔落200围酒宴。呢度有6层高，除咗地下大堂整个以森林做题材嘅长廊之外，佢每一层都有宴会厅同埋包房。你要摆酒、私人聚会或者两个人喺度小桥流水旁边 high 啲都得噶。Steve， 头先你话呢度除咗有森林之外，仲有动物园，有咩动物啊？有好八卦中意学人讲嘢嘅鹦鹉，同成日咧喺度游来游去，等人去喂佢嘅海豹啊！咁我就去睇下佢有几八卦同埋几喂食。呢间餐厅咧之所以养咗呢啲可爱嘅动物咧，都系为咗照顾一下好奇嘅小朋友嘅。净系得鹦鹉同海豹呢两种动物，点吸引到啲小朋友啊？唔止十二生肖都有噶。十二生肖有龙噶，点会有龙啊？唔好话讲龙啦，孙悟空、猪八怪、大雄、叮当都有啊。哦，原来你讲嘅系面粉公仔系嘛？咁唔怪之得话咩都有啦。仲有挑黑表演添，你睇下呢位师傅，仲可以将一条芥兰挑成竹咁样，所有半碟嘅挑黑都系由佢负责嘅。讲到食物，呢度全部都新鲜嘅，而且所有用嘅生果蔬菜，仲系用佢哋自己种植嘅。另一个特别嘅地方，如果客人有兴趣嘅话咧，仲可以入去佢哋超大型嘅厨房参观添。咁我真系有兴趣睇下一个可以做200围松菜嘅厨房究竟有几大阵容啊！哇，净系厨师啊都有成70几人啊！吓，如果全部翻齐啊，成百几人添啊！呢间农业园嘅老板啊，真系有头脑啊！利用温室种植唔同蔬果之外咧，仲种埋花，仲令到成个环境可以吸引人影婚纱相添啊！跟住仲可以喺隔篱呢一度咧，就摆埋酒宴添。做生意咧就真系好讲创意嘅，同埋尽心咁照顾客人所需。我都知道你咧肚饿噶啦，知道你想食海鲜添，我哋去食咯。我几时肚饿同埋想食啲咩你都知啊？啊，你果然系观察入微，抵你系成功人士啊！